要给小马的妈妈做个绣鞋。耶，这脚好大呀、啊！这个蹄子这么大。上来，放羊。看玩玩呗。啊，当妈妈的修蹄子，看看那孩子，一直等着，可想瞪他孩子的脸了。瞪一下，瞪一下，别跑，别跑。又怕了，不让我瞪。先把外棱削一下。这血跑开了吧？不行，不是，这血跑。那血泡。血泡。有没有血扔了？这不到店里。辛苦了啊！我电话，叔叔，打电话。过来，来。精修啊，咱们这是精修，修好了吗？我那个错，啥错要错的，刚过来就修了。没有错，不，来来，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好在错不好，给弄住咱了。精修啊，咱们精修，精修。啊，没装了都，没有四万了，没有，你这四万了，我操，你们人家真赚。六元的，我说你发发作品对吧？你发得起来了，他不给他不爽，没定章呀。这人电都一飞亮了，这就可不是人弄的，是吧？一般收在咱正常里。对。来不来？来不来？你呢？嗯。你还这个货？我操！这什么来着？这我多的这货。这真是什么不这？你在家这么好东西。没事，这么回事情里边，能不能把车关？这不能乱走，好着。你们拍着我在这使劲嘞，你知道吧？你拍我，这是啥？就这么着吧，就这么着吧。有
没问，这个真有。下肉一桶。谁惹你了？这不是，这。哦。没人，我黄大队，黄大队，跑偏了就知道吧。黄大，你不用干别的。得干那个白。人家挑的白石岩。好。那个白石岩。我要弄个大架子把马绑住那行，要不我害怕。这马老实是吧？你手镯这块儿，往下捞点儿。铁头，啥子嘞？那一块儿，你手镯那一块儿。铁头，头提点那一块儿。对，就对。我这里掏一下。鱼。鱼。好了。再穿一下子，不行不行，你关起来。看了吧？就这么回事，看了吧？就那么一点点的就出血了。